Hello， 我是李朝树。有人说，拍视频要露出整个脸才会有播放量，否则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判别，然后做限流。那我们做一个实验啊，就是说，如果露出整个脸，但是戴了帽子、戴了口罩，那机器人会怎么认为呢？好，我们就拍两段，第一段把嘴巴捂起来，第二段我发现这样唱歌不好听，我就把口罩拿起来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好，就这样试试看哦。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雨露还要走多久？你沾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雨露雨露还要走多久？你牵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